操盘战将。大家来收看操盘战将，今天感触良多啊！各位，我看到了这一支股票，真的迟来的正义啊！迟来的正义啊！你知道我礼拜六也有在网络节目，大家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，去看一下夜市财经网的。我在第30集的时候跟各位介绍了军工航太，我介绍了这支股票。那我介绍完这支股票之后，中间的走法很颠簸，走得很崎岖啊，有时候上去下来，上去下来。一些在网络上的看到的一些小资族、小资女，然后看到我的节目，然后看到我在跟各位报告的股票，然后有人去买了，所以你知道我做网络节目那个肩膀压力很重啊，因为收听的收应该说收看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是，他们是没有缴就是没有付费嘛，对不对？免费的，那可是既然是免费的节目。那我给他们报告的股票，我希望跟我的电视观众的，或是跟在我身边的股票是，当然强度会有一些差别啦，一定的啊，一定是我这边的最优先嘛，我跟在我身边的是最优先的，这不用看了吗？想也知道吧，对不对？那电视观众那个网络观众是有一段距离，所以我要给他们的股票。我希望我给他们的股票是是很稳的，是很稳健的，最好不会受到台北股市、美国股市或是一些奇怪消息这些利空所干扰。我希望不一定要马上大涨喷出，但是可以慢慢的缓步上升。就像我之前跟各位讲的这一支5284的 JPP， 我在网络上也讲很久了，然后这次股票走了这一段，你知道我是很开心啊，真的我是很开心啊！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啊，这一支也是一样，涨停板不止涨停，还再创波段新高，我是很开心。我是替那些看我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开心，我真的很感谢你们花了一点时间，因为网络上的节目很多，财经节目也不少，财经名嘴也很多，那你们拿着滑鼠，然后点一下，点到我的影片，然后进去看，然后能够有收获。我想，我真的心里很安慰啊，也很开心啊，因为这就是一种成就，一种虚荣的感觉啊。我在看到今天的军工航太的表现，真的与有荣焉。真的很开心，然后我看到雷虎今天8033的雷虎，哦，也涨到这边来了，涨3.263。各位，你知道吗？一家欧洲的基金，一家欧洲的基金，他买了两只股票，一只股票叫汉翔。一只股票叫汉翔，另外一只股票叫全讯，5.22的全讯，很巧，都我的股票。我说实话，我不知道那个主权基金，那家欧洲基金去买了这两只股票，我不清楚。但英雄所见略同，他们同样买了我看好的股票，我在叫的军工航太概念股。我真的有一种光荣感啊，但我希望我能够分享给大家，然后你们也有我的股票，你们有打电话进来拿我的股票，或跟在我身边买我的股票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真的值得啊，真的是值得啊。
哎，你知道吗？汉翔股本94.1亿啊！今天这支股票拉到涨停板，你知道这传达了什么样的讯息吗？这告诉全市场的大户、内资、法人、散户、投资朋友们，你知道这什么含义？你们知道吗？这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吗？我跟你讲，来，导播画面停在这边，给大家好好看一下。今天海军工航太股票很多股票都大涨，各位，这一支股票，这支股票我是指名道姓，就是军工航太。这波 VCR 就不用播了，我今天不是要播这支 VCR， 等它过了前波高点，我们再来播 VCR， 好不好？差一点，明天就要准备了 ，stand by 了。哦，各位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一支股票将是所有军工航太股里面最强的。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的很多军工航太股都在大涨特涨，都在飙，都在喷呢？而且据消息啊，据消息啊，今天是第一天，今天第一天，你知道接下来军工航太里面最会涨的、最会飙的是谁吗？我跟你讲，哇，集中火力啊，集中火力啊，各位啊，这就是趋势啊。你知道军工航太我讲多久了？我讲很久了，你们都知道，从雷虎开始讲到现在，从去年底讲到现在，因为我看的是一个大趋势，你知道吗？我在看股票，我在操作股票，我在给各位，请大家来拿我的股票，跟在我身边，我带他们去买的股票，各位，我真的很注重趋势，趋势形成，先把趋势搞清楚嘛。台北股市的趋势搞清楚了没有？美国股市的趋势搞清楚了吗？当我们先把趋势搞清楚了，我们再来谈其他的东西，再用你的一些技巧，你的看盘的技巧，你的分析，你所学到的，我们再来分析股票，我们再挑股票，因为我们要先掌握趋势嘛，先把趋势掌握住了，再来追逐主流，再来波段操作嘛。这是以前我常常跟各位聊的，只是我在聊的当下，很多有些人听不进去，或是有听没有懂，没有关系，我慢慢的讲。但我要先告诉你的是，我会先看趋势，今年的趋势，今年的趋势，各位，今年的趋势是什么？有三个，来，你注意，第一个补库存，补库存啊，各位啊，去年很多的一些电子厂商，因为库存压力过高，造成他们很多的股价都经历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修正。他们公司内部很多库存都还没有办法消化完毕，尤其在去年的时候啊，今年在干嘛？在打库存，在打库存，在消化库存。各位，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有些公司的库存消化的差不多了，要开始补库存了。也就是说，当去年那些比较惨的一些股票、一些公司，今年来讲是他们浴火重生，就是他们重新再起的一个最好的时机，加上景气四个蓝灯，准备要景气翻扬。你看我们二月的出口，你看我们的订单都在一个相对的，就是表现不是太好。各位，当表现不是太好的时候，就是准备否极泰来的时候了。所以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补库存这个话题，很多应该说有些电子股，我跟你讲，你去买一些，建立一个基本持股，好好做一个波段，你会赚翻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新应用、新的应用、新的科技的应用，各位，这个不用我再多花点时间解释了。只要有新应用，我以前也跟各位聊过这件事情。
只要有新的应用，每一次新的应用，每一次我们人类生活突然有一个新的科技进来到我们的世界里面，进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，然后这个应用，当我们在普及应用的时候，各位啊，很多的股票里面的很多的股票，在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会大涨特涨，三倍五倍十倍都有。所以今年的新应用，你一定要随时去掌握住最新的一个话题，最新的一个科技的应用，这是我要告诉你的。另外高成长，今年有些股票，各位，当去年不好的时候，当去年基期底的时候，高成长，他们的公司产品在今年而言，比如说在美国最近的经济有一点杂音，有一点乱流，可是我们有些股票他公司里面的产品能够什么，还是能够卖得很好，他的营收获利还是能够有那种高成长的那种态势。我跟你讲，这些股票你也要注意，这是我给你的三个方向：补库存、新应用、高成长。四月份开始，五月、六月这三个月里面，我们从这边来去选题材，不论题材可以，因为你会发觉今年在涨的股票，应该说这两天在涨的股票，你会觉得说老师好像有一点次族群，对，没有错。那主流族群呢？休息一下，他没有挂掉，他在休息，他现在要历经一个震荡甩脚，就好像我之前跟各位讲的材料一样，各位。不经一番寒彻骨啊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焉能梅花扑鼻香？没有经过一定的震荡洗盘甩轿，怎么会有后面的这一段呢？所以有些股票，比如说我的股票，现在在经历这段，那我就要磨你的，很多人就要磨你的，应该是说里面的人就要磨你的耐性啊。当然，如果你不耐，你没有办法忍受的话，你很容易就被洗出去了。但我会跟在身边人讲，或是跟你讲，各位，你跟好跟紧，我带你买，我带你卖，你跟着我来操作。我给你的股票，你给我时间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就像这支股票一样，具有科技 2.0 版，这支股票今天的表现，我相信有来拿的，看到这支股票今天的表现，真的，老师 ，finally， 终于。具有科技 2.0 这支股票，涨停板啊，中间跳过去了，各位啊，你知道那个时候，哇，很多的利空，那有来拿的人。有时候也会打电话问我们公司，问我们的服务人员，老师为什么还没有在电视上讲？老师为什么还没有在电视上公开？各位不急啦，不用急啊。我操作股票有我的节奏，有我的步骤，好吧？你好好配合就好了，你好好跟我合作，该涨的时候就会涨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这支股票。该涨的时候它就会涨哦，我该公开的时候我会找时间公开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公开呢？来看导播，哎，那个更正，看这段 VCR， 来导播 check out， 主流涨停标股这一支股票，停办。我这一天要开涨停，开这支股票，是因为这一句话。啊，有人说了，是真的吗？我公开了嘛，涨停板不要卖嘛，不要卖嘛，你就不要卖嘛。中间很多的利空，矽谷银行、瑞士信贷、FED 升息、老共军演。不要卖，我这边写了不要卖，我不是写的吗？看看 VCR 你也看到了，对不对？开来给你看，盘仪 37.8 开在这一天，然后我说不要卖，这样懂了吗？
我要让你体验涨停板是什么感觉。军工航太之霸，我要让你体验涨停板是什么感觉。各位，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，你这阵子有没有体会？今天很多股票拉到涨停板，有不少是我的，有不少是我的股票，真的有不少是我的股票，真的。所以各位来拿啦，真的，你看这只龙德造船今天不就涨停板了，又涨停板了，那时候跌下来你知道吗？你没有跟在我身边哦，一个震荡啊，你就受不了了，你就会来问了。很多散户都很紧张，我发觉 我的一些客户啊，一些跟在我身边的人，一个震荡哦，就开始在那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哇，那个心情啊，哇，很紧张啊，很紧绷，然后有点，甚至有些人已经有点歇斯底里，你知道吗？我都跟他们讲说，你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震荡一下很合理，况且你成本已经拉开了，你有什么好紧张的呢？不是吗？各位啊，跟着我走了，你才会找到花朵了。你跟上清俊的脚步就对了，跟着我就对了。你不觉得你这阵子操作俩姑招逼？你不觉得你这阵子靠说好像有点碰到难度？老师，怎么好像有些主流的股票好像都不太会涨，都涨一些次股票、次族群的？那是因为你没有掌握到资金的节奏嘛？那你就来拿我的股票就好啦。各位，这一支股票军工航太之霸，你就来拿嘛。今天军工航太股票很多股票都在涨，可是接下来里面你知道吗？谁会最强？来拿我的，好不好？还有这支股票。大户的涨停名牌啊，这一支股票真的资讯的特权。我常常在讲啊，你会技术分析，你会形态学，你会看均线，你会看 K 线，你会看成交量，你也会看 KD 那个什么技术指标 KD 啦 RSI 啦，对 MACD 啊，你都会看。可是呢，对，你少了我什么？你少了我的资源，你少了我的第一手情报啊！如果你在核心里面，你可以得到很多的东西，包括资讯的特权，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，而我们最先知道，这就是资讯的，这就是你没有的，这就是我要帮你补足的东西。那问题是，我每次想要帮你补足，我每次想要跟你讲说来拿，对啊，你看这几只啊，雷虎。209%，对不对？有些情报你不知道的情报，你来拿。各位，我好像是一个情报贩子，你知道吗？专门在贩卖情报的。OK， 可以啊。那你可以来拿，因为你不知道嘛，你不知道我跟你讲是什么股票会涨嘛。我过去很多股票都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有新动作？为什么会有新动作？对不对？会有什么样的十足的情报，内资会发疯，真的啦！你看，情报，核心的消息，核心的消息啊，各位啊，又有核心的消息啊，104%。核心的消息，所以我跟你讲，都有核心，都有核心。哦，上一次来自核心的消息，这一支股票，这一次又有核心的消息，而且这一支股票。在这边才刚开始，各位，我们重新开始，我们从头再来。你不要预设立场，我知道现在来到15932点，你又在预设立场了，你又觉得说好像高点快要到了，错。各位，我跟你讲，选股不选市，择标来做多。你不要以为16000就是天花板了，
你以为一万六就是天花板嘛？是吗？万一来到一万七嘞？万一用一万七用两个月、三个月的走法，用时间来去完成一万七的攻坚，那你这段期间你每天都要看空吗？我已经跟你讲过，我昨天一直跟各位聊过这件事情了。你已经看到了矽谷银行，你也知道了瑞士信贷，你也知道 FED 升息一码，你也知道中国军事演习，台北股市呢？美国股市呢？道琼昨天再创近期新高， NASDAQ 费城半导体 S&P 500都还在多头走势，所以你不要预设立场。各位，选股不选市，择标来做多。这一支核心刚传出来的，真的小心哦！万一哪一天被爆出来，小心这一支股票突然有一天直接开高锁涨停，会不会？啊，我们拭目以待嘛。万一我又中呢？我讲我的股票胜率蛮高的嘛，对不对？万一我说的真的被我说中了呢？这一支股票，还有军工航太之霸，今天军工航太很多股票都在大涨，都在创新高，但是里面最强的，接下来从明天，今天讲四月十二号嘛，从明天四月十三号开始，谁是军工航太股里面最强最标的？很多资金要去力捧的，哦，要去炒啊，不，更正，不是炒作，要去买进的。这一次就是这一支来电试吃，让你体验涨停板是什么感觉。各位，这一支股票还有这一支股票，一块钱一通电话，这两支股票全部送给你。进广告。全民抗涨大作战，八八八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操盘战将，涨停必赚新黑马，涨停必赚新黑马。这一支股票，涨停板。OK， 上个礼拜五，想赚涨停板的，想赚涨停板的，来拿。明天我再聊这一支，时间不多了，各位快一点。我跟你讲啊，现在市场上的资金很多，我听到了，
在房地产那一边呢、啊，在房地产那一边，听说很多资金过来，听说很多资金要过来的，房地产那边的，你不要问哦。这一支大户的涨停明白，核心刚传出来，各位，上次来自核心的消息，倍利104%，这一支也是来自核心的消息，华宏资今天涨停板。那这一次来自核心的刚传出来大户的涨停名牌，小心突然有一天直接开高锁涨停。另外军工航太之霸，哎，我范围已经跟你讲了哦，我范围都告诉你了哦，在军工航太股里面，当你看到了股本那么大的汉翔都能够拉到涨停，那其他小股本的打电话，这支股票加上这支股票，喂，全部送给你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